光沉醉的那一天，有才华的梦里温情绵绵，你亲切的祝福激荡季节回响，山山水水生机盎然。摘一段熟睡春草，画一派绿水千山，画出秋梦变新年，画出幸福满人间。村庄的故事千年万年流传。不回来了？你叫我咋的了？哎呀，我叫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我有事要说。我先说。不，我先说。你我妈说喊她不要把我跟那个龙俊拉到一起了。我跟龙俊已经说清楚了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你一样。好好好，你爱咋个说你就咋个说。不过你先去把你妈喊回来。我妈去哪里了？又回娘家去了。嘿，他居然喊我不要管监委会的事情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你跟我去吗？我去，嘿，我去就是火上浇油，你晓不晓得？你去啊，他不会发火啊。你们俩硬是过场多得很。你要去啊？我去取复印件，晓不晓得？你还取复印件？我妈又要生气。我怕啥子了？他在娘家，我怕哪个？你要街道上打电话说复印件复印好了，喊我赶快去取，我们两个赶快分头行事。嗯，我走了。哦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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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妈。哎，你咋来了呢？你咋回来了？给你们俩孩儿当说客的哈，你回去跟他说，我不去。哪给他当说客哟？不回都不回嘛，我来陪你。反正那么近，走了跟没走也差不多。我都是要让他晓得我的厉害。哼，不把那个监委会辞了啊，我们那个屋早晚要遭他拖垮。有道理。我老汉儿那个人呐，都是个犟乖乖。刚回家看他一个人在生闷气。哎呀，气得来呀，那脑壳撞墙。哎，撞墙了？受伤没得？你那么紧张，自己回去看不就晓得了。我点儿都不担心，我不去。哼，哼，那个娃儿还教训起我来了。哎，你跟龙俊说的怎么样？哎呀妈，你都不要管那个事情了嘛，我跟他不可能。咋不可能嘛？不是处得多好的？你半夜三更来，悄悄咪咪起来打电话，多甜蜜。嗯，我好久半夜给他打电话了。那你跟哪个打的？闺蜜，闺蜜，一个闺蜜。哎呀，你跟龙俊处得还咋个不得行嘛？他妈都说了，龙俊到处都在看房子，只要你一点头，分分钟都搞得成。你着啥急嘛？你女又不是嫁不脱。要别个喜欢你怄气了呀？龙俊那个娃儿的条件那么好，大千多落方圆市的找都找不到啊！哎呀，你不要跟我说他有好好了，行不行？我不喜欢他，他再好有啥子用嘛？我是哪门想不通要的劝你回？哎呦，那个娃儿，我们老汉儿一个得行，自己在那儿不仅油盐是气人得很，净说起棒棒话。哎呀，不去都不去嘛，你都。嗯。哎，爷娘。哎。爷娘回来了啊。啊，回来耍几天呐？哎呀，该你享福哦。啥子？该你享福。你老公是当官的，你女婿也是当官的，成家的男人是一个比一个厉害。哎呀，我就算有女婿嘛，他也不是当官的嘛。
做生意的。哎呦，你又在放烟雾弹！我刚刚从你们村头回来，都在传叶川和你女子在处对象，他一个村支书不是当官的，是啥子嘛？叶川啊，不可能哦！哎，大家静一下，静一下。看到我手上这个发票没有？这个是我刚刚从街道上复印的土地流转金的发票。这个就说明书记是把流转金交到了街道上的，根本就不存在是利息这回事。来来来，拿来看哈。好，你们看哈。来，你们大家都看哈。来，来，来，看。哎，这个这个是个复印件了，原件了。好好好好，安静哈，安静哈。这个事情我要跟你们说清楚，这个原件是任何人都拿不到的，只能拿复印卷。那肯定有问题，现在外头做假的太多了，这个东西随便哪个都可以做一张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大家看好，这个复印卷就是原件复印的，我拿人格担保。用人格担保，哪个不晓得你跟书记关系好？哎，大家晓得，我是监委会主任，我就是要全程监督，就是关系好，书记犯了错，照样跑不脱。你们家晨曦和叶川是男女朋友？你就是包皮叶川，还有个复印件，一会儿掉到河头，一会儿这儿的那儿的，全是幌子线。哦，都是幌子，都是幌子，哎，都是幌子，不可能。我这个当老汉的，连女儿耍朋友都不晓得啊，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爸，你们在做啥子？西西，过来过来。你来得正好，他们说我们跟书记有裙带关系，还说你跟书记在耍朋友。来，你给他们解释一下。我就看到他们两个的，书记用电动车送晨曦回家，一看到我就分开了。这个明显就有问题了噻，肯定有，肯定有问题。对的，我们家小宝也说的，亲眼看到书记和晨曦手牵手，书记还买糖送给我们家小宝。真的啊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哎呦，我咋回事啊？这样子，让开呀！知道我们过来做啥子嘛？那么多人，说清楚。啥说清楚？说清楚的。我屋头买个多饭给你们吃的哈。哪个吃的饭哦？哪个说清楚？说嘛，说啥子？是，我是和叶川耍朋友了，耍朋友都是裙带关系吗？我爸都要和他住家吗？你说啥子？你个死女娃子！哎，作死了噻！哎，这个都不是裙带关系，啥子是裙带关系？就是啊，主持人抓住都是一伙的，啥子东西哦？啥子啥子啥子？主持人，哎呀，我们就主持人哦，哎呀，灰心了，哎。陈叔，云娘，对不起，我跟晨曦之间的事不应该瞒着你们的。本来我们之前就想告诉你们，但是后来有些事情耽误了，所以，哎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谈恋爱是好事，你们就该早说。看吧，现在弄得好被动嘛。确实对不起了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们俩咋好起的？好了好久，哪个追的哪个？这个事情云娘我们屋头的事情外人不要插嘴哈。妈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嘛。林妹，有话就好好说。说啥子说？他是我屋头的人吗？我说得到他不嘛？也是我个人屋头的事啊，都说他是个书记，我也可以不怀疑。啊，快说！我们互相喜欢，就在一起了噻，也没得好久，都两三个月嘛。之所以没告诉你们，一是我们不太稳定。二还不是怕你不同意。哦，你晓得我不会同意哈，那么大的事情瞒到我，咋子？
吃饭长硬了啊！啊，不需要再求我们的意见了是？哼，害得我哟，黑死撮合你跟龙俊两个哟！你那个不是欺骗是啥子啊？脚踏两条船，是哪个教你的？以后咋个面对他妈？两个家庭咋个处？现在年轻人的感情跟我们二年间不一样，是自由恋爱情了。我看对眼了就看对眼了，只要两个高高兴兴过日子就对了，你说对不对吧？你懂得多啊！啊，你花了那么多，你的事情我还没给你理清楚的哈。你不要以为我回来了，我都原谅了，那事情都过了。我回来是因为屋头里里外外的事情需要我来解决。一天到黑谎话连篇的，屋头的事情不管，外头的事情还是咋劲？哎呀，我都搞不懂了。哎，都哪个人？哎呀，哪个样子都把你两儿子迷得死绝活来的啊？管了迷一趟嘛，一条来都不落户。妈，老汉那是工作，又不一样。那你呀，你是不是工作嘛？啊？切，哎呀，你两儿子一个鼻孔出气，一唱一和的，咋子嘛？把我气死了还还后妈吗？玉娘，不要气了嘛。我晓得你身体不好。我也晓得你对我爸有意见，但是那是上一辈人的恩怨，跟我有啥子关系呢？你不能把我一棒子打死噻。云娘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是真心喜欢晨曦，这辈子我都会对他好，只对他好。只要你给我时间，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会证明我的决心。我犯不着跟你样赌，我赌的是我自己女儿的幸福，遭罪的是她。总之，我们家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妈，你闭嘴！马上分手，不然断绝母女关系。太云儿，你马上辞了村监委会主任那个职务，再离婚。我回来，我回来，你回来！哦，玉娘，我村上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儿子长大了，我点也没给我。长大了还吃饱了，那气死人！玉门，你抓着了！哎，你不要吓我，玉门。晨曦。晨曦，我妈真的是太耍混了，那啥子年代了嘛，还把上一辈恩怨扯到我们脑壳上，可能真的是狗血剧看多了。哎，就不气了嘛。真的是，那种事情哪个管不着，那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我想跟哪个在一起就跟哪个在一起。我晓得你的意思，就是非我不嫁嘛，我还不是跟你一样，非你不娶。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我就想缓和一下气氛嘛，她毕竟是你妈，未必你还真的跟她怄气哦。你咋不接呢？我爸。我本来是我妈喊他打的，不想接。你妈那边呢，只有慢慢来，没得其他的办法。到时候对你们爸的影响有点大，保证金的事情啊，村民还有看法。这次我们的关系公开了，不管本身我们两个是不是亲白的，都难免让他们觉得有裙带关系。你们爸的工作，以后怕是不好开展了。你还是先担心我爸还能不能开展哦？你看我妈那个架势，非逼到我老汉儿辞职。爸。啊！啥子啊？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啥事？我妈昏倒了，现在送医院了，我马上要过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算了嘛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媳妇儿，有啥事你打电话哦。检查报告，你都正常。妈。医生，我妈没啥子事吗？刚刚病人有点低血糖，再加上情绪一激动啊，就昏倒了。经过检查呢，没啥子大问题，回去按时吃药就行。医生辛苦了，那没得啥事啊，我们就走了哈。谢谢医生，去了。哎呀，英文，那你们啥？英文。不应该呀，检查一切正常的嘛。
没得中风的迹象。不对哦，那我这半边没得知觉，没得力气。那我再给你做个协调检查。啊，啥子检查？家属帮忙。哦，麻烦了，你忙。来，放松啊。哎放松啊。哎，放松，放松。医生，没事吧？没得。嗯，检查反应正常。哦，一千大。哦，没啥子问题。啊！哎，云儿，云儿。哎呀，我的头，我还是没得力气，没得知觉的哟。医生，他妈会不会真有啥子问题哦？哎，云儿，这个检测报告都是正常的，那不排除是心理方面的原因造成。你最近是不是压力过大，情绪不高，睡眠也不足？对呀、啊，我最近就是血压高，他们两个还组团的气我。这个样子，我建议哈，你回家卧床休息几天，随时观察到自己的血压和身体状况。这个降压药要按时吃一下，还有避免加速，这个高血压。它是刺激不得的，情绪不能激动，要随时保持身心的愉悦。一旦真的造成中风或者脑淤血的话，这个就麻烦了啊！我先走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医生，医生，不好意思，医生，反应大了点儿。慢点，慢点。嗯，啊。梁天啊，你啥事情就不要想，啥事情就不要做，等血压降下来了就对了。哎呀，死了更好，都不是你们的拖累了噻，都没得人管你们两个了噻，你们两个就想干啥子都干啥子了噻。对对。你说些啥子你本来都是嘛，你和你们两爷子哪个听我的话？嗯，哪个？你看你们做的事情，哎呀，我一讲到你们做的事，这儿痛这儿痛，脑壳疼，我就想不通啊，我就，哎呀，我就吓得着了，得这个病。我就还有啥子意思吗？好了好了，等我把视频上的事情忙完了，我就辞职。真的？你没喝啊？没喝呢。好。我去给你熬个稀饭。嗯啊，你这个身体啊，一定要吃清淡点。我去熬稀饭了啊。嗯。哎，嗯，哎呀。妈睡了，睡了。都怪我，要不然妈也不会这个样子。爸，你说妈会不会好不到了？没得事，医生说了，她身体没得啥状况，主要是心病。哎，这个要怪就怪我，对你妈关心不够，整天到处跑。辞职的事情啊，本来想拖哈。慢慢就脱化了，结果你妈变成这个样子，看来啊，我只有辞职了。哦，我们这个不算大事，你跟爷村那个才是大事。对了，你放心，你们两个的事啊，我会给你妈做工作的。爸。
哎，我也给学校请假了，这几天就在家照顾妈。太好了，那你妈肯定会高兴的。叶书记，这个是我的辞职信。叶书记，叶，哎，老陈，你哪不在？叶书记。哦，叶书记不在。哦，我已经带幺姐到街道上看了划票的原件，挣是钱，确实在他们那个档的。我喊幺姐拍了照的，不相信的可以到他那儿去看。陈主任。确实是我们搞错了，叶书记他根本就没有拿保证金，我现在就回去跟他们说一下。这下你们相信了吗？哎，相信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好，这下呀，误会总算是解除了，大家对我们领导班子也就更加信任了。这个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，大家都没白干。那中午了，我是回去做烧鹅了啊。哎。春姐，